嘿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阿宝才刚放出来就跟着我不放，真的很乖。哎，他知道我现在是接养他的人，所以他咬人也不会痛。哎，乖乖乖，啊，阿宝乖，嘿，阿宝乖。哦，我还在跟他做培养感情，适应看看。嗯，哇，才第一天呢，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哎，不要咬我，我会痛，我会痛，我会痛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咬狗狗。哎，我是你的狗狗啊，以后我们会一起生活，啊，以后我们会一起生活哈，你的新家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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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来。啊，你的新伙伴，不要怕，太阳对太阳，哎呦，见面礼哈，不可以咬我，我会痛，我胆子也算不小了，可能平常在楼下喂它，它认得我吧，你看，不可以咬我，我会怕，我会怕。我会怕，乖，我也在冒险当中。现在我身上有三只鸟，哈哈，另外一只鸟飞掉了。好，阿宝，没有想到阿宝粘这么紧，看样子以后应该很好相处吧？来，这是亮亮，阿宝，亮亮，亮亮，这是亮亮。亮亮，亮亮哦，阿梦，不可以欺负阿宝，阿宝才刚刚来。乖，哎呦，阿梦正在试探阿宝。哦，真是太奇怪了，太难得了。乖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我们要相亲相爱哦，嘿嘿。阿亮、阿月又跑下去玩了。好乖，来，阿宝哥，哇，他这么信任我。我们才第一天，我才第一次放他出来。狗粮说的没有错，我弟说的没有错。阿宝真的很乖，他对我的头发好像很有兴趣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你这样咬我很，我会不舒服。好，来乖啊，我先关上啊，乖乖啊，阿宝乖，阿宝乖啊，乖乖。哎呀，来阿宝乖啊，乖，不可以咬姑姑哦，不可以咬姑姑啊，他喜欢人家摸他的屁股，这是一只奇怪的鸟，他喜欢人家摸他的屁股，好乖，好了，我们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会痛，小力一点，好好乖，好，先关掉喽，